妻吴建豪，他与前妻石真善离婚的风波在娱乐界掀起了一番热潮。一个月过去了，这样的话题也从未没有停歇过。不管是石真善的吃惊，还是吴建豪对于离婚的决心，都成为了不少网友们饭后茶语的话题。看着上图中明明很般配的两人，如今却是一副各走一方的状态，想想这样的画面真的是让人感到揪心，更让之前那些看好这一对夫妻的粉丝也是大失所望了。然而吴建豪离婚后现身机场的照片又让不少的网友发出了质疑，看着抑郁寡欢的他尽显了离愁状态。虽然说一顶黑色的鸭舌帽遮住了那憔悴的面容，但还是挡不住群众们雪亮的眼睛。不过照片中有一处的细节确实让人感到惊讶，不知道粉丝们有没有注意到吴建豪手上的婚戒呢？不得不说，这个婚戒引起了网友的共鸣。离婚一个多月的他居然都还没有摘婚戒，难道正如网友说的那样吗？真的还是舍得？想想也是如此，毕竟是一段13年的长跑爱情，不管怎么样还是会有不少的感情在内的，有点舍不得也是一件正常的事，大概所谓的人之常情也就不过如此吧。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。